昨天晚上在《华严经》上讲到，我们要认识机缘，要抓住机缘，熏修个两年三年，万缘放下了，一门深入。没有不成就的，凡是修行不成就，过去我们总是以为修学的环境不好，条件不足。今天在此地，这个话不可以说。修学条件一切圆满具足。你要不成就啊，那只有怪你自己，怪自己的妄想太多，分别太多，执着太多，这是大障碍啊！尤其忌讳的是杂修，所以偶业大师啊，念佛开示里面。跟我们讲的那么清楚，那么明白。他说的非常精细，觉明妙行菩萨说的简单。他只说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是西方确知觉明妙行菩萨说的。偶业大师念佛开示，可以说将这三句话做了详细的讲解。我们一定要觉悟啊，一定要自己明白，我们是生在末法时代，业障深重的凡夫。不依照佛祖的教诲去修学，决定空过了这一生。这一生空过不要紧的，决定造罪业，决定受恶报啊！这个事情就不是开玩笑的了。所以一定要认识环境，珍惜机缘，决定不能错过啊！在念佛堂里面，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也都放下了。以真诚清净心，一句佛号啊，这就是古大德所说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们在念佛堂36个小时相应的，这36个小时就是佛。你是在那里做佛。你离开念佛堂，你的心就不清净，妄想杂念又升起来了。这种情形就是佛在经上常说的，这进进退退，会退转的。这是非常明显的退转。那么再想想我们凡夫修学。进得少，退得多啊！如果进得多，退得少，你的功夫就得力了。如果你要是不退转了，什么叫不退转？离开念佛堂，还跟在念佛堂一样，那叫做不退转。从早到晚，一切生活当中都跟念佛堂一样，这个不退转的，
甚至于晚上睡觉在梦中都不退转，你才做到真正的不退转。所以这个不退转呢，在我们现前非常明显的觉察出来。到连梦中都不退转了，那是什么菩萨呢？经常讲的八地菩萨了。我们现在梦中做不了主啊，至少在清醒的时候啊，要能够做主。不能做主，你就要加功永恒。如何能保持这个机缘呢？所以现在能够到念佛堂念佛，每一天能够听两个小时经，这是我们世间，不要说是世间了，可以说人间天上第一等的福报啊！这是大福德人啊！我们讲经的法师不能跟他比啊，比不上他了。讲经的法师也发了大悲心，舍己为人。我们研究教理，把教理搞透彻了，明白了，虽然自己还没有做到，劝别人做啊。别人你先成佛，我后成佛。那么这也是菩萨发心的，自己未度先度别人，是发的这个心。道场里面这些工作人员常住的执事都是菩萨了，没有这些人，念佛堂里面的轻重身心怎么能得安稳他们能够万缘放下，安心呢在念佛堂念佛，得利于这么多护法的人照顾啊，这么多护法的人都是佛菩萨实现的。这个恩德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知恩报恩那就是认真老实念老实念就是知恩报恩，不但度自己还要度这个世间许许多多在受灾难的众生我们这样子做法，他们是不是真正能得度呢？这个道理我们都在讲习当中跟诸位分析过啊，确确实实能得到殊胜的利益。世出世间一切法，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设法界一真庄严，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与识就是现在科学家所讲的波动，所以近代的科学家
几乎已经否定有物质的存在。物质现象是什么呢？波动的现象。除了波动，一无所有。相对论里面所讲的场的现象，那么在佛法里面，佛给我们说了：一念不觉而有无明，无明就是波动。不觉是最初的那个动啊。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啊，波动是有频率的。诸佛如来有没有波动？在理上讲没有。他已经证得究竟圆满的自信。根本无明都断掉了，他怎么还会有波动的现象？没有了。可是诸佛如来大慈大悲，证得圆满佛果之后啊，他要降一级，退到菩萨地位上来，退到等觉菩萨，等觉菩萨有波动。为什么他可以波动，再要发出这个波动出来呢？为了度一切众生。所以这叫道家慈航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道后普贤，普贤菩萨早就成佛了，成佛之后再退到菩萨位置上，这叫成道之后的普贤。这些人在设法界里面随类化身，随机说法了，那就评级他的波动。现在科学家所谓思想波，我们讲这个大家好懂。如果跟你讲这个自信与性识的波动，这大家很不好懂。只有懂佛法的人才听得懂，没有接触佛法的人听不懂。所以设思想波也接近，当然不是完全佛法所讲的，很贴近。这个大家容易理解。如果我们的波动跟佛菩萨那个波动的频率相同，你就入佛境界。这就是佛家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了。频道要不相同，与佛的频道完全相违背，那就是凡夫。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虽不能完全相同啊，但是这个频道很接近。接近呢，就得佛菩萨的气氛。经典里面讲的四家行的暖胃，这是比喻，那你烧火，火有温度啊，你没有见到火，但是个热气已经接触到了，这是家行胃里面的暖胃啊。我们的频道跟佛的频道不一样啊，没有完全相应的，但是很接近。所以在我们念佛堂里面，在我们讲堂里面，这些大众要是说每一个人我们思想波都跟佛菩萨的频率相同，不可能。但是你要晓得总有几个相应的。
一千人当中有一两个相应，好，就很了不起了。可是大多数人呢，虽然不是完全相应的，很接近。所以这个道场气氛这样的殊胜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为止。